自二零一六年民进党上台以来，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并且使用各种手段阻碍两岸交流。七月五日，蔡英文宣称，立法院下个会期将完成所谓“中共代理人”的修法。若发现台湾民众、法人、团体或机构有大陆进行危害台湾安全的政治宣传等行为，会进行惩治。对此，洪秀柱批评道。 这是自绝台湾的生路，断送台湾年轻人的未来。然而，蔡当局不仅没有迷途知返，近日又开始对大陆渔民下狠手了。据媒体报道，七月八日，一艘中国大陆籍渔船到台中外海捕鱼时，台当局台中海巡队派遣巡防艇到场，以越界为由要求停船检查。在大陆渔船拒绝停船后，台海巡人员竟强行登船。 将大陆船长等十一人押返侦办，就连大陆渔船三百公斤渔获也被抛入海中。除此之外，台海巡队称还将对其处以六十万元至一百二十万元新台币的罚款。这则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民众的强烈关注。有分析指出，台当局做出这种危险举动，或将激化矛盾冲突，恶化两岸关系。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台当局第一次以越界为由强行查扣大陆渔船、扣押大陆渔民了。上个月，台当局马祖海巡队就是以大陆渔船越界进入马祖海域禁限制水域为由，将一艘大陆渔船及船上六名船员带返福澳港侦办。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台湾海巡队竟还会向大陆渔船发射震撼弹。据悉。 震撼弹虽然是非致命性武器，但还是能给人体造成一定伤害，并且其爆炸威力相当惊人。对于台当局频繁查扣大陆渔船的行为，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安峰山曾回应称，多年以来，大陆方面为两岸渔民正常作业提供保障，维护良好的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 大陆方面对台湾的渔民一向以同胞情谊相待。我们在沿海多个地方设立了台湾渔民接待设施，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给、抢险、救助等相关的帮助。他强调，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